先放，我们就不下车了。那好，暂停问，OK。啊，这个下车动画，我应该提前。好馋呐、啊，好馋呐、啊！偏偏这个细节做的那么好。我看看啊，哎，今天下午你不是给我去买晚餐的吗？今天下午啊，不要往前开啊，往前开就压到我无人机了。你先我看看。那个给它飞起来吧。好意思，我是舍友打搅我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出发了，马上到那个预定地点了。好，我在拿无人机正在检查。我想说一件事，那个预定地点，那个比我们预想的要。小心建筑物上有人 AK，他拿着 AK 在屋顶，保持停机车制。，K 无人机发现前面建筑物上面已经有人了。对，已经看到了，就在前方建筑物屋顶上方，你们那有边两有没三个。有那个特色可以把它干掉？多少个？我们可以换一条路线。现在如果现在看到你们自己的说法。K 的建议是换一条路线，他在找路线。对，现在先倒车，倒车。OK，你先回幺二六。我跟 Smile 看好后面。还是得进去。城镇的话，我们在靠近海边那边的路被发现的概率会比较小。最好能靠左就靠左雷梁，能靠左就靠左，尽量沿着左走，左边安全。你他妈大晚上一辆车靠着左走。到了吗？我们到我们的观察点了。这个再观察一下，看看这边。这边的话，前面的广场那里看见有一些人，我正在检查目标。前面有一个小区，然后是 S 方向有个小区，然后那里有广场上有不少人，屋顶上也有人。然后还有个比较宽的小区，里面有很多人，站岗，正在检查武器。属于轻武器。那我们的目标可能在的地点在哪？我看见目标，我看见一个广场，这里有很多辆车摆在一起。你晚上指望看到目标本身是不太可能的，你只能根据场景推测。对，我是推测这里有一些建筑它比较可疑，我把建筑群画出来。你不用画出来。确认是一辆车辆，民用车辆，目的。暂时不要射击，不要惊动，不要惊动。他们停车了，没有停下来。男主注意，男主注意 ，W 方向有可疑车辆靠近。是民用车辆。是我收到。他肯定看到我们了，他肯定。是民用车辆，他们看到我们了，但是他是民用车辆。跑了，他是往城市里边去的，操。应该是平民，但是我不确定。别管是不是平民，这个黑帮巡逻队正前方。确认黑帮巡逻队，看见了，有持枪人员靠近。正在下车，好慢。两个巡逻队接近，他们的人冲进去了，操！我们应该是被发现了。所有蓝队的人上来去 V2 里。我出来警戒吗？收到。我画了一个路线，我们可能随时在什么地方停下来，因为也不清楚里边什么情况。开火位置的人自己照顾自己吧，没办法。雷亮，我在车顶准备好了，自由开火。高爆弹的时候小心点，别炸自己。好，我们直接突围一点了，朝我们开火了。刚才在背后，操！我走锅了，我稍微绕。收到，收到。好，这个小巷安全，注意。我们还是走这个里边吧，走外边太危险。屋顶上有人，你看见了。这位置不怎么好。
前面有剧烈家伙，应该是他们。妈的，这地方太亮了，我换一个不那么亮了。贝尔，什么情况？你们那边？我们在那个搜索建筑物，但是周围敌人朝我们开火。雷良，我们后方有很多敌人，后面开火。收到。雷良中弹了吗？好，来下车。好，着地了吗？注意，注意掩体。高爆弹压制，注意，我准备高爆弹压制。他们应该在前面交火了。User in your channel, time down. 别打前面建筑物，他们就在我们前面那个建筑物上面走，那是 V 一点，我们去 V 二点 ，V 二点是旁边 E 方面这个建筑。好的。楼上有人，还没看到我，我先把灯打开。User entered your channel. 这灯本来就是灭的。你抓紧充电，我一会儿穿你。前面楼上面有人，看到没？我临时指的地方，他还没看到我。我看看啊。有人出来了。射击。有人，屋顶上，好，他被炸了，问题解决。好 ，OK。所以不要挡我枪线，不要挡我前面。这个贝尔什么情况？你们那边？我们那边除了一名人员掉线之外，其余都还好。利尔，注意导掩护。收到，贝尔，刚才有点忙，我们正在搜索 V 二。明白，我们也在搜索。哎，地面人！好，六。收到了吗 ，Cake？ 啊？什么？我没收到。收到了吗 ，Cake？ 什么呀？啊，我收到了。刚才有说什么吗？我没有收到信息。我们在搜这个 S 方向建筑物，你们搜你们面前那个。是的。好。重新装弹。User in your channel, timed out. 建筑物里有人。该死的防弹玻璃。这建筑好像是防弹的那辆，玻璃是防弹的，我看见人了，但打不穿。那个雷狼，我们发现线人完毕，我们发现线人。收到，我们这边暂时还什么都没发现，我们再找一下。Kek，他们那边发现一名线人，你那边发现没？我这边看见了一部建筑物内的敌人，但是打不穿。我透过窗户打到看到里面的人，但打不穿窗户。进去吧，进去，跟着红山。我在屋内。我在怎么？你俩不要分开行动，你们俩不要分开。我们在外边绕一圈，你们俩搜索这个建筑物吧。我们没发现那个有价值。好。不要单独行动，你们俩互
相跟着。屋内发现一名线人。收到。Kick， 我们这边也发现一名线人，那个也发现一名线人背影，好像 WN 方向那边社区里边有人朝我们开火。好。没看到人。那拿高爆把他轰一下。好。哎，糟糕，这里。看到了，看见一名线人，准备检查二楼。走雷，雷狼，雷狼，那个注意一下，我跟 Werewolf 的那个屏闪那个已经没电了，你们注意一下，请不要误击友军。击毙阳台一个。开个瓶子，继续搜索。我来那个房屋旁边。没有那个塑胶袋吗？哦，看到了，可以。就这地方，先来卡车的地方。好，把俘虏放上去吗？有敌人进来了。收到了吗，贝尔？收到，请讲。我们刚才已经有敌人过来反扑了，稍微注意一下，快点把人质带出去到安全地方。我们现在这边只有一个人。来个人接手一下人质，我看一下无人机。那个、不是吗？那个 Redwolf 红山，你去接手一下人质，你去接手一下人质，那个、把俘虏接下去。知道。注意有敌人正在靠近我们的小区，有大量人员。武装人员来了，他们来了，准备交战。Smile， 把那个人质放到建筑物或者什么地方保护起来。好的。他们在哪儿？他们从哪儿进来 ？Kick。我看看，他们在 S 方向 ，S 方向 ，S 方向。注意 S 方向。收到。Kick， 你跟着 Smile， 你们俩在屋里边防守，我们俩确认外面没事的话，我们也先进屋。好，我们进屋了。走吧，进屋吧。喂，来了，小伙。W 方向。对，我检查无人机。贝尔，我们打退了一次敌人的那个反扑，你们情况怎么样？我们发现两名线人，我们这边发现两名线人。他们发现两名线人。还有敌人在 W 方向移动，但是发现两名线人的话，你们能不能那个来一下那个我们现在？所在位置，我们这边防御应该不错。先啊，雷良，我看到第三个人质，他周围有很多的敌军防守，还有重皮卡。已经拿到三个了，先在这个地方防守，掩护贝尔他们过来。好，收到。
没有，我再给你们。看着点那个建筑物，我再把这个灯打一下，他妈太好了，啊，舒服多了。谁能去把外边灯打一下就不好。还行。无人机电不多了，大概还有几分钟。你看看能不能给它降到附近来出电。太危险了，会被对面发现的。我们旁边，那俩我们街旁边就有一个敌人集群。我方你朝你方接近。收到。注意注意，友军正在接近，他可能随时会出现，注意识别友军。我方有两名人员频闪器已经没有电了，你们注意一下，不要顾及友军。这装备好像不太像啊。哪个装备？屋外这个，那这确实不是。哎，他们敌人聚在我们屋前了，注意警戒。注意贝尔，我们建筑物屋子下面潜伏的有敌人。那个进行反击。击毙了。去。放在，不要靠窗，不要靠窗。靠在。这里有面有墙的地方，放这里。人质一次，没了，人质一次，安全送达。这是谁？外面还有人，外面很多人。还有人。哎，小弟，有人要来建筑里了。你们其他人先掩护，我要跟贝尔说几句话。贝尔人在哪？贝尔人在哪？那你刚才待的地方？你在二楼吗？对，我在二楼。我跟欧文过来，过来。来商量一下，先让他们防守。过来，贝尔先蹲在这。这样。哇。大家把颜色再调一下。有敌人，有敌人。我无人机要没电了，我试着把它降下来。低一点的话，收到。你俩，我在试图把无人机降下来，坠毁式降落。去把车拿回来，然后我们直接把人质装上去。收到。啊，那个，有车辆靠近。他们那边梦那个会先去拿车，然后一会儿你把那个人质放到他们车上。我无人机没电了，我要先降个落。能不能看得到有没有车辆靠近？注意，稍等，我无人机在换电池。靠近，有人，我看见了。敌方步兵从 W 的方向靠近。降落前有 W 的。敌方方向靠近，敌方步兵从 W 方向靠近，现在被墙挡着，没办法攻击。大不了方向全面警戒，我降落的时候看到有敌人，我去换个电池。做好迎击的准备，做好迎击准备，所有人。妈的，已经看到我了。友军车辆靠近。注意，友军。哎 ，sorry。W 方向有人已经进来了。注意 W 方向有人已经进来了。友军靠近，那辆面包车是友军。木。再见。对，无人机。小怪，嘘，我这边在拍视频，不要说话。红狼，现在到大门口，先到大门口。那个，你们两个换房。把无人机电池，无人机充好电了，准备起飞。先消灭这波敌人。雷狼，是否听到耳边？收到，是讲。那个，我们的车是否能够装下所有人？不行的话，我再叫人去把另外一辆车开过来。你够呛，应该够呛。无人机上线。这个人运不去了。收到了吗？明白。下一波敌人 W 方向注意，他们在门口。你看到的可能是灯塔。
收到。哎，等下有车辆，有车辆，车辆靠近，有两辆车辆靠近，黑色车辆，警戒，车子不要开出去。方向。方向 N 方向 N 方向两辆车辆，他会从 E 方向进攻。收到。雷狼，雷狼，是否现在把人质运出山？运一下吧，现在追求速度，不要管别的了。你继续看着原方向，我来解决。注意 ，W 方向墙被破开了 ，W 方向墙被他们爆破了。看到了，确实 ，W 方向很多敌人，我准备交代。好，机械混乱。雷狼，我们那个人质往的是蓝圈的那个方向撤离是吧？跟 Cake 确认一下撤离位置。撤离位置，Cake， 嗯，好，左走，往右走，好吧。哎，正面，大门口要警戒，放手雷。K哥，收到。我现在画条线给你们。K哥，切到125频道，并且在地图上画线，收到，蓝色的线，海滨线。Red Wolf， 暂时到那个大门口右侧，警戒，然后问。走出去的时候你再跟车。一号黑色点有车。我腿中弹了，我腿中弹了。雷狼 W 方向有敌接近完毕。确认 W 方向敌人靠近中，敌人拿车撞开了，又撞开 W 方向一堵墙，再靠近。开始准备撤离吧。门口要跟着线走，可以出门，门口安全。喂，我不快，快，速度！出来慢，好，全速前进，上车小心前面。海滨右端。那个撤离的人什么情况？对，他们离开了。确认。他们已经在沿着那边走，没有看到其他敌人，已经在撤离了。喂，他已经看见他们在撤离了，我没有看见其他敌人。你俩需要帮忙吗？你好，刘队。好，我来了。我刚看见了。朝那个地方的那个路上面打光炮弹。好，收到。好了，不用打了，没东西，那边没人。刚才那边有人朝我开炮，现在应该跑。雷狼，是我说完毕。收到。那个，汇报一个消息，那个面包车上那个人质有两个倒了，但是不知道死不死亡。收到，看情况那个治疗一下。扎针吗啡。再不撤我就打包了。需要更多弹药吗？我还有556。啊，我还有5.8。这边
系列是吧？嗯。对了，有些敌人拿的是那个南斯拉夫的那个宝盒，好的，可以去找一下有没有弹药。我丢了两个弹鼓给你们，有需要拿，还有弹夹。需要高爆弹吗？要四点多秒的，最后两个弹夹了，弹鼓在哪里？我还有更多普通弹夹，看到人了。黑色车俩，雷狼是否听见完毕？收到，说话。又来一辆，放子弹。我们需要继续前往 B 三点。可能要继续前往 B 三点，那个继续寻找来活的那个线人。时间不允许了，他们都跟着跑过来，他们都跑过来了，想办法撤吧，现在想办法撤吧，无所谓了。想办法撤吧，能带多少人出去，带多少人出去。贝尔听到了吗？贝尔听到。莫听到我说。我还有五点八，我还有五点八，我被卡住了，让我过去。我觉得我上就七点了，那行，我加了。高爆的手准备，嗯，只有一个仓鼠。弹药也不是很多，稍微。贝尔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还有几个人质在我们手上？我们人质已经全部阵亡了。我刚才已经跟你汇报了，人质已经全部阵亡了。走吧，所有人下去上车，所有人下去上车。地上的弹夹没人要，我拿走。7.62。我们下一步是B3还是说直接撤离？直接撤离，时间拖得有点长。OK， 红组注意，那个蓝组先上车，红组负责殿后。你俩们上车。撤离路线还是按 Cake 画那个要求的那一条道吗？对，那条路线是安全的。继续关注一下那个整个城镇的情况 ，Cake。好，后面有人加速前进，来不及打他们了。那个谁到车厢后面进行那个？好，拐了这弯就安全了，车子安全。后面有追兵。后面有追兵发雷车，但是没看到我们，没看到。他们没看到，他们走错了。好像没看到我们。这个后面还有人追吗？后面就没。快走！如果他们没射击，我要主动惹别人。哎，雷良中弹了，加时间撤，准备撞击。等他倒下来，司机倒了，救治，我不得。紧急救治，报。车里面有火箭筒，准备好。好。我救护，你们继续还击，你们还击。好。你们还击，我救护。司机倒了，真的是。来了。我准备下火箭筒。导掩护，车子开过去。戴门，我中弹了。嗯。没有，开个活着。好。你是不是伤了？我没。我没事，我只是左手伤了，亏了，活过来。我被撞晕了。好，驾驶员中弹。
就顺着那个路他们一直走就行。范天高爆弹。谁能够注意一下是不是还有兵？有兵啊！